大家好，今次介绍两间平价抵食嘅食店俾大家。第一间嚟到观塘怡安街街市，沿住条扶手电梯一上去就系啦，就系呢间车仔面店。睇睇佢哋嘅送料餐单同埋价钱。叫了一个他们的小招牌面，这碗小招牌面35元，够了大碗很多送料，酱料好辣，吃得辣椒加猪红五二散都够滑，没腥味，猪皮够爽滑，有弹性，白萝卜够淋够甜，没渣，鱼蛋比较细粒，肉质较硬，味道普通，虾卷够爽弹，味道够香，炸豆腐就好普通，冇咩味道，猪肉韭菜饺够香滑，好食，羊茄子够淋，有少少煎香嘅鱼肉，好味，有几块生菜都够淋，油面就正常味道，汤底如果加了辣就比较多油和香辣。这碗车仔面有10款送料，够大碗，味道可以接受，35元真的很抵食。跟住来到观塘骏业街中海日升中心，在地下最入这间食店，为什么再介绍？他们又做回平价，还要是长租，49元就有得吃。这碗生滚送有3款送料，49元。够晒大碗，有好多送，有鲮鱼球、猪粉肠、白菜。鲮鱼球够爽滑，有弹性。猪粉肠都够爽滑。白菜够新鲜够淋，看到真的有很多送料，个汤就非常清香清甜，价钱包埋饭、米线或者乌冬，呢度可以自己调教辣椒豉油。用嚟点生滚送料好味道，呢个生滚大碗送49元，真系好食又抵食。中意呢个频道嘅影片就请按订阅同揿埋钟仔，唔使请假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